木斋，你不觉得你府官一号胆子小了些？脊梁骨是软了点，我把什么带呀，钱大人？阮海兄，阮大人，尔等怎不通禀？怎不通禀的？是我不让通禀的，怎么这不行吗？哦，行。啊，钱大人，今日是你的降临龙洛城。怎么冷冷清清的？你那般书生都到哪里去了？刚才还是热闹非凡，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把我的客人请走了。哦，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，能把钱大人的客人给请走啊？当今朝廷除了您阮大人，谁还有这么大的面子啊？哈哈哈哈，钱大人，想当年你那般恶狗门生痛打老夫之时，你怎么就不给我面子啊？想当年袁海兄追随阴党，迫害我东林志士之时，你又何曾给过面子呢？你告辞了。阮大人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何必急着走呢？何人在此多嘴？小生柳如是，拜见阮大人。柳如是，但嫂夫人何以虚眉相见呢？啊，阮大人乃一代才人，我怎能错过当面领教的机缘呢？因此就没有什么嫂夫人，而只有学生柳如是。好，咱们今日就依如是之说，陈兄到底一文会友。既然如此，袁海兄请上座。慢，袁海兄初次过府，当以送酒定席之礼相待。来呀，酒宴伺候。Thank you.
当年我远远还穷途末路，遇一部燕子千传奇，就叫于木在兄。若不是如师兄毅然收手，我那燕子千传奇，则恐怕早要毁于那般复色狂僧之手。哦，袁凯兄，你这么说来，这杯酒应该转进木斋兄了。这是为何？当年若不是木斋兄护引，我何能拜读到燕子千的妙文呢？这个兄弟之间何必进来进去？来来来，同饮此杯，同饮此杯，请请。小弟不做冒昧，愿以一曲《燕子千》请教袁海兄。红旗，你等常来。
自己，丹青放眼看，闺中官话何能一放也？不如改作不认二字为妥啊。说下去，说下去，说不得了，说不得了。再有下一句，杨丽秀红山随着声动，却又是大家闺秀可闻，可改为绿云边嵌红山，变得含蓄这样一说再说再说没了，唱曲的先给我停了吧，完了完了，阮大成素以燕子尖为荣，你怎么不说他的好话，尽早他的茶哟？有如是。好才情，改得好，改得妙，堪称是我阮元海的一字之师也。今日定要把你新改的曲词写在这折扇之上，赠与如师兄存念。哎呀呀，又是文坛一大佳话，笔墨伺候。眼下千兵压境，我有何力抗敌？大明才有一线胜绩，望大人放了黄公子他们。这个老爷，二妹吴小小姐出事了。王什么？讲。有人在咱家大门上贴了副对联，上联，上联写的是“闯阵无门，匹马横行天下”。闯阵无门是个马字，闯阵无门是个马字，那是马首府马四一马大人的。下联，下联写的是“言相有耳，一物直犯神”。是个软字，张嘴。一副对联把我跟马大人都给骂了，田老头，这一定是你那般富色狂身做的好事，你与我小心了。好，大人。这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呐？
们都听我说，都听我说。虽说朝廷危急，千分直奔城下，可潜伏的人丁都必须各安其位，等候老爷回来巡视。老爷回来也得跑。注意看，老爷又要弃城而逃，怎么学阮大臣他们国难当头一跑了之，还待在朝中忙碌通宵呢？鬼知道他忙些什么。你柳如是说他不会跑，可我朱姨太说他就会跑，信不信走着瞧。走，人来！又有擅自出府者，家法处置。王法都没有了，你家法还管个屁用？走，儿子，大祸临头，咱们快走吧。娘，快走啊！人来，给我拦下！还是莫衷一是啊！唯以老夫私见，二位赶快出城，以战中山晚谷的声威和布设的才略，联络有志之士，永戴新竹，载土中心。以穆老之见，咱们这回该立谁为皇上？这错了。什么错了？这些年代，我们夫色只知道围着皇上转圈圈，怎么就忘记了孟夫子的一句“自立名媛”？什么是名媛？名为奔，社稷此志，君为轻。招啊！皇公子言之有理。如今已是紧要关头，咱们如何行事为好？徐公子，以小弟之见，为今之计只有投靠义军，与清兵对抗到底。投靠义军，好，黄公子，咱们走。马，太冲，进义抗敌花费不少，这些银票六柱军位走。太冲，敌于千兵的头颅，钱不送出去呀、啊？哦，府内的积蓄够你花小的了、哦。那好，把府内的积蓄尽速清点清点，快速些，快速些。哎，快速清点，老爷是想走？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钱谦益不是阮大铖，国
难当头，我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。那老爷是想捐献家财聚兵抗敌喽？夫人，你又误会了，我钱谦益不是死口法，我是不会带兵上阵的。老爷一不逃走，二不抗敌，难道是想逃？轻生，这眼下局势只剩下空旷一合了，投降就是投降，干嘛说得如此温假？不如此则休矣其耻啊。为什么知道羞耻还要这样做？你们平日最看重的是名节二字，难道都被狗吃掉了吗？不这么做那该怎么做？难道硬要把南京城变成第二个扬州，被清兵屠城之日你才甘心吗？你学不了诗和法，也该学学阮大臣他们，他开溜可没投敌呀。你怎么学来学去，学成了叛逆红尘草昧？我恨我刘氏当初瞎了眼。放肆！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这样说我钱谦益？大炮了，多多听话。
是炮声，是雷声。这人老了，耳朵也不灵光了啊。那我就大声提醒老爷，你不觉得天上的雷声比地下的炮声更可畏更可怕吗？老爷，刑部高大人自尽殉国，家人前来报丧。前来报丧，知道了。殉国自尽，自尽，殉国。老爷一道投池殉国，死记报命。你真的愿意陪我千千亿去死？看清老爷护玉。千亿不是那贪生怕死之徒，走。
这池水实在是太凉了。你心有烦火？哎，我不是心有烦火，我是心有不甘。
Thank you.